人红是非多，就连私下生活都不得安宁。曾被媒体票选为亚洲第一帅的南韩天团 BigBang 的成员 TOP， 日前在个人网站上 po 文，要粉丝们别再去他家了。整晚到凌晨，不断的被吓到，真的是可怕死了，心脏也快被吓破了。表示下次再这样就要报警处理。随后又po出一张世宗大王的照片，暗示自己的家并非观光景点，把骚扰他的矛头指向内地的粉丝。此文一出，立刻引起内地粉丝的不满，留言灌爆 TOP 的网站，表示带国籍骂粉丝真的是太过分了，要 TOP 别再去内地赚他们的钱。